我们这个小野花卖非常好，因为它里面有15种以上的，就是很高级的精油，然后它其实可以排酸，然后又可以暖，就是它有，就是你推完它会身体微微发暖的感觉。暖暖精油我超爱，是因为我也给我妈拿去给她，就是她会去给人家推身体，然后我跟她说你不要用外面的油，因为你用外面的油的话，你就跟我说你哪边痒哪边怎样，对。那后来我妈就拿这一罐小野花去给那个按摩师推，那个人居然跟她说你这在哪里买的，她说我很少看到客人拿油这么好，那我就说那你没有问他说哪里好，他怎么会知道好？他说他有问他，然后按摩师有跟他讲说他推很多精油，有些你那个油没有很好的话，就是你怎么推他都吸收不进去，对。但是这个东西它的油它的好是他说他一推开它要一直倒，就代表这个精油是很纯，然后它会真的会吸收的，会滋润的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是我妈按完之后，她说她那个晚上她就是整个睡到隔天都起不来。就真的很松，对对，所以我觉得我蛮推荐，就是你有习惯在给人家按摩的话，你就是一定要买这罐去给人家推，而且它这个季节你推完身体温温的，真的很舒服。而且它的温不是那种会让你热的那种，没有没有，它是真的就是很像你洗完澡之后你身体自然的那一种温感的温度，然后会让你的肌肉做到局部的放松。另外一款我也超爱，另外一个小野花，它是玫瑰的，这个我也很喜欢，对，玫瑰的也很好闻。对，像冬天我就是一个脱屑人，身体都会有那种屑屑，这你最爱的玫瑰啊，它的味道好舒服，而且它虽然叫美胸油，我都拿来按全身。你按全身好舒服哦。有些人可能会问说，那到底玫瑰跟暖暖的这两罐的差异是什么？那我跟大家讲一下，玫瑰这一款的话就是针对刚刚讲的身心舒缓跟女性激素，然后我们就会去加强在，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就是有大马士革的那个玫瑰，然后就是琉璃聚油，就琉璃聚油其实就是女性妇科其实蛮需要这种油的，对。然后暖暖按摩油的话，就是在帮助你肌肉的一些比较紧的一些排湿，对，然后排汗，然后跟放松，对，那可以看你怎么去用。很多时候其实你也没来由，你在按摩某些地方被按下去，你会有一种酸楚，或者是你有一种被抚慰的感觉，其实都是因为你的身体曾经在过去帮你承受了很多，不管是工作上面或者是情感上面的任何一种压力跟压抑，然后你透过精油按摩的方式去慢慢的帮它做舒缓，帮你排